机前的小朋友，今天呢有意想不到惊喜要等着你们哦。哎，西瓜哥哥，那有什么惊喜？赶快告诉我们呢。惊喜当然是要靠自己的大眼睛来发掘才知道啊。可是人家现在就很想知道啊。嗯，好吧，那你把眼睛闭起来，数到三就会知道喽。好，好，好，一。Hello！ 哎呦，西瓜哥哥吓我一大跳哎！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今天的节目保证惊喜。花花里面藏着惊喜，快来找找真有趣，有鸟喵森林欢笑等着你。嗨，呱呱咪咪你们好。哎，呱呱，你今天的造型很不一样哎。没错，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呱呱探长。呱呱探长，那秘密你是？我是名侦探呱呱。的助手啦。按照目前的线索看来啊，还没有任何发现，我们再找一找吧。我觉得你们今天真的有点奇怪哎，是不是幽游妙森林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没错，最近常常有东西莫名其妙的不见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偷东西的那个人找出来。咯咯咯咯，哎，娃娃好像有什么新发现哎。娃娃知道了什么？娃娃娃娃天生爱说话。一起来看看娃娃看到了什么。哎呦，棒棒糖，四根不同口味的棒棒糖。哇，棒棒糖，我最喜欢吃棒棒糖了。哎，等等，按照目前的线索看来，这四根棒棒糖的口味是柳丁、西瓜、草莓还有葡萄。哎呦，管它是什么口味，只要是棒棒糖我都喜欢吃。秘密，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不可以乱吃哦。啊，对不起了，我忘记了。呱呱探长，请问有新的线索吗？什么？赶快告诉我们呢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娃娃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娃娃，你是开心吗？还是生气呀？变来变去伤脑筋。呱呱探长，请问有别的线索吗？咯咯咯咯。哎，四根棒棒糖，有一根好像怪怪的哦。赶快找找看哪一根不一样。柳丁、西瓜、草莓、葡萄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有一根啊变得不能
吃了，请大家帮忙找找答案哦。小朋友，你们说是什么口味的棒棒糖不一样了？棒棒糖。那它变成了什么？真的是柳丁口味的棒棒糖变成了放大镜吗？赶快来变变快乐魔法就知道了。快乐魔法，快乐魔法，变变变，要把答案变到你面前。快乐魔法变变变，快乐魔法变变变。到底是不是柳丁口味的棒棒糖变成了放大镜呢？我们大家一起大声说：快乐魔法，快乐魔法，变变变！哇，真的是放大镜哎！你们答对了，耶！小朋友最厉害了！哇，有了这一个放大镜，任何的线索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哦。耶，有线索。是蚂蚁哇！蚂蚁先生，你怎么可以？咯咯咯咯！啊，娃娃，你说那个棒棒糖是你请蚂蚁先生吃的？哎呦，原来根本就没有小偷嘛！没关系，没小偷，我也不用当呱呱探长喽！咕咕咕！任务完成了，那我们一起来跳森林之舞吧！太好了！好，我们的手呢要变成一个香炉。咕咕咕咕咕咕，呱呱咪咪哇哇，和你一起快乐玩游戏，咕咕咕爱跳舞。准备玩变变变的游戏啦！一二三，变企鹅。一二三，变成乌龟。变螃蟹。变香菇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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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悠悠们，悠悠们，
优嫩，这个玩具你要收到哪一边啊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小朋友，现在我要先帮优嫩来收拾玩具哦。那你呢？玩具有没有都收好了呢？没关系，先让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马上回来哦。这个玩具优嫩说要收到哪边呢？这边还是这边啊？优嫩，这个玩具到底要收到哪里啊？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什么呢？一起表演。文静的雅纯和活泼的笑普是一对超级好朋友，他们会一起念书，一起游戏，一起做很多很多有趣的事。今天他们要演一个故事，一个王子与公主的故事，有没有很想看呢？我们来玩水吧。好啊。好啊。
我是坏人，哈哈哈哈！我今天啊要来把小公主抓走喽，哈哈哈哈！小公主，跟我走，保护你保护不了你的啦，跟我走，哥。他现在被我抓走了，怎么样啊？救不了你的，你现在是我的了。好痛啊！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下次还要不要在一起演戏呢？要。那我想当大野狼，你呢？小红帽。那你呢？猎人。太棒了，那我们下次就一起来演这出戏喽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节目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惊喜呢？有啊有啊，真希望下次的时间赶快到来。那就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悠悠点点名，千万不可以错过哦。
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按这里哦。